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黄小云 ，A.K.A. 淘淘，我现在正在上海，然后待会儿，你知道吗？就会给你们见证一个很厉害的事情。那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长绒貂蝉花？令人期待吧。好，待会儿就给你们看第一位神秘嘉宾，开门。呼呼呼，嘿！半分钟之前，飞行员，飞行员，飞行员。嗯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？20 minutes later。哇，怎么办？那么多人，已经开始了。好多人，我们今天约了上舞蹈课。是我们的班吗？不是吧？好害怕。哦 ，swag 就是这个班，可是这么多人，太多人了，都看不到镜子。A little longer than a few minutes later。上课上到一半，然后有些明朗了。口罩给戴上，待会我会在这里大喊他的名字。我已经下来了，你要不要走到那个路边，然后我看你在哪儿，我接你上去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好，看到他了。啦啦啦啦啦。早安，喵；午安，喵；晚安。嘿。喵喵喵，早安，喵；午安。一直被摄像头举住的吗？好高。啊，发型都没了，快说说发生了什么，你会出现在这里。对，是跳舞。你不是来跳舞的吗？我是跳舞的。怎么会想到今天竟然会想要来跳舞？这么乖，为什么会作业的这么对，那我们再去感受22分钟的舞蹈课。 20 minutes later。 这是谁呢？你也瘦了。对，我瘦了。你也瘦了。你知道你之前有多胖吗？你知道离开那时候你有多胖吗？不是，你知道为什么要瘦吗？就是这样的。我知道你跟我说过。对我唱歌好白啊，什么牌子的？是人白。我拍拍你。用背挠墙。刚才干了一个什么行为？哎呦，走吧。哎，好，现在我和飞行员 battle， 就吃这个。我也不懂为什么一定要跟我 battle 这个。对，哎，你去把它混匀吧。你要直接吃那个，直接吃芥末。为什么要伤害自己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在想朋友。哇，开始了。可以，有管状的，管状那个辣，这个是磨的不辣。然后这一趴就是蛮好吃，这一趴就是没有任何意义。蛮好吃，你快吃。对，不知道你要这路干嘛？拿过去。这一趴一点都不辣。哎，看这个无聊的人。吃饭睡觉打游戏。哎，小猫咪，我的小猫咪。What's wrong with you？ 是正常啊。